个快要就是老大不小的男子，啾。要再次失败了吧？왜이렇게귀엽생겼냐곰같다곰来去吃饭咯 Let's go 走吧走吧走吧是一间很隐秘的店。噔噔噔噔。哦，멋진손길。턱받여자。남자이름이끝에이름만설명은괜찮은데뭐하죠남자이름이끝에끝에자샤면条路샤면샤면条路샤면화화로어왜이래미안미안미안아진짜왜이래는거야거꾸로입으로하신거아니죠안가지 너무챙겨주네나도먹게됐어 너무챙겨주니까지금튀잖아 我们刚吃饱然后因为上班是老健身然后金姐就说那她要挑礼物送给老姐好我们现在就来运动用品店刚去了 Nike 可是老金没有看到她喜欢的所以现在就来 Adidas 开心吗开心我们现在终于回来家里咯我的爱车Aloha